人常说猫有九条命，但有没有听过它至少有双声带呢？不是变男变女，而是呼猫呼狗。当他被人发现的时候，像不像做错事的小孩被当场抓包，尴尬的再把声音慢慢的调回来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还有，猫咪其实有点像小孩，总是要把身体的能量用到最后一刻为止。然后就瞬间扑倒不省人事，这不是什么本事，应该是他们的本性吧。真的是非常可爱，难怪猫咪也会是人类宠物排行榜上的常胜军。